然后还有燕贡布斯，燕贡布斯其实是从我来太子会到现在都有的。嗯，它是以无形的空间去做燕贡，那其实它很简单，就是累积你的无形功德。对，就是你看不见的，累积你的功德，累积你的阴德也有。其实累积你的功德跟积你的福报是可以带来你很多很好运。所以累积功德很重要。累积功德很重要，如果你没有功德的话，做福其实都会不顺。老实说啦，那你无私奉献在无形的众生或是鬼神，表现你的诚意的话，其实他们也会冥冥中帮助。对，但是不要害怕，他不会害你。真的。对，我跟你讲，我之前有收到一个回馈，你知道他讲什么吗？他说，请问我报名烟供，那些无形的会来找我吗？不会，你想借由你的心意，然后帮助他，你是借由我们太子会，然后我们太子会才会举办法会，再转化你的心意给他们，他不会去找，但是他会非常感激你。但是如果你们有任何奇怪的问题，欢迎问我，因为我很喜欢回答这些奇奇怪怪的问题，我都是解决这些问题的，你知道吗？